其实真的，他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和功夫，而且是对东山雪这个角色是非常负责任的。生活中真的有妹妹的话，会和桑延一样吗？如果是他跟我妹妹要谈恋爱，我不管怎么样，我都是会支持的。在乎都会觉得对方最大的变化是什么？我觉得一个成长是，然后我刚才稳，你知道那种感觉吗？你懂我的意思？